看看新闻网。恋爱长跑数十年，分手后又复合的许瞻和郑秀文真的是真爱呀。不过也许是恋爱谈的久了，这两位也就不急着结婚了，好几次都是光打雷不下雨。不过昨天在宣传新专辑时的许瞻却意外爆料了求婚计划。我十几二十年前去了一个海滩，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老人家，然后他开了一个非常小型的飞机，我就坐上去玩玩嘛，在沙滩上空飘来飘去，那我觉得很浪漫，我就解决起来。以后我要带他来这里，然后就自己开，他坐后面，然后在空中我就问他姐，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我们就不回去了。我说许志安，可不要光是嘴上说说啊，一定要付诸行动才是真的浪漫。